You're insecure, don't know what for. You're turning heads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door. 它这个就只是煮花生，哦，好香哦，对，很好吃。嗯，来一个扁。汤圆，汤圆也很不错，好香哦！它的花生煮得好香哎，感觉很难煮哎，嗯，很难煮，它可以煮得那么香，很难煮。它芋圆也好吃，去北投啊。我点了 mix 的，它外面好吃，里面是软。继续的金针菇。我动了。嗯，正爆菇。椒盐口味好好吃。喜欢所有的炸物，我也想要杏鲍菇。你的好软，外面好脆哦，那你怎么做到？下一个喽！一口香肠，我妈妈在。我妈妈刚刚点了一个蒜味的，然后她跟人家说不要放蒜，哦，很刺激。那它就是个普通的香肠。嗯，好吃，这应该是黑胡椒的。蒜味香肠。嗯，蒜味的比较好吃。它里面是真的有蒜的味道。你先看这个，很烫啊！但冬天吃很烫很爽，还好。其实蒜味好吃，蒜味也好吃。虽然没有放蒜，但它里面还是有很浓的蒜的味道。十全大补牛肉饭，阿珍臭豆腐，很补的感觉。哦，不错，很香的。阿珍是一个蛮补的。我妈疯狂吃那里，我疯狂吃这里。它的蚵仔煎好好吃哦，它旁边的皮都是脆的，很彩炒到就是。哇，辣色！哎，而且它的这个酱也好吃吗？啊，嗯，它旁边脆的，中间是软的。这家不错，牛肉饭。它卤肉饭比昨天那家好吃，哇，它这个酸菜也不错，它的臭豆腐 best。它泡菜泡得很好，泰国的冬笋呢？泰国的冬笋呢？懂吗？虽然还和泰国给到好像不用钱的感觉。